放眼望去，位在彰化一整片高丽菜园已经播种一段时间，农民小心照料，等待收成。高丽菜种植门槛相对较低，不少人兼乡种植。很多年轻人回来返乡从农，入手的门槛都是高丽菜，然后又加上它农药好喷，所以很多几乎大众都会以高丽菜为主。越来越多人种植高丽菜，却引发菜茎菜土危机。根据敏感性蔬菜种植登记预警系统，高丽菜生长周期大约70天，超重警戒落在540万株，一旦超过600万株，即是紫色灯号。而八月下旬，全台育苗厂供应高达713万株种苗，已经远远超过警戒值，尤其集中在彰化、云林、嘉义三大主要产区。如果不加以控管，恐怕在11月上旬大采收，高丽菜盛产过量，造成产销失衡。种苗厂有很多家嘛，那农民会跟他当地的一个种苗厂来交易嘛，那这些所有的种苗的资讯我们收集完就可以来会诊来发布啊。农粮署呼吁做好减重，也鼓励农民耕种登记享有保障，一旦产量过剩将以每公斤6元以上收购，只不过没登记者就得自负盈亏。但农民坦言，登记制度不完善，治标不治本，政府根本无法掌握实际种植数字，难以实施总量管制。高丽菜登记的制度应该是没有什么效用的，因为任何农民要种植高丽菜的话，随时到育苗厂购买种苗都 OK 啦。农会呢，有甲咱这些农友呢，要栽种高丽菜，这些农友呢，甲因讲讲，准则爱准则。农民感叹高丽菜盛产价崩一再发生，希望政府拿出真正办法，像是透过奖励农民转种其他经济作物，分散风险，避免一窝蜂种植，结果最后卖不出去，农民心血白费。原视新闻综合报道。